大家好，我是光头。昨天呢从楼下带回来那个甜瓜和西瓜，今天呢上俺那个兄弟家来吃饭，给他带着点叫尝尝鲜，就是大喜，看吧。大闺女那糊的眼呢，你看那莲花指。带来的梅豆，看朋友们，非常新鲜，现摘的。自带菜的。啊，自己带菜，那个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啊，这很好吃，你在吃这东西？嗯，梅豆。行，好吃，再吃。我先把这个摘好的这个梅豆，洗一下。今天炒这个梅豆丝，蘸点辣椒，青红辣椒一搭配，就很吃味儿。来，今天我这兄弟展示一下我的厨艺，切丝儿。好了，我把这个芋头切成丝儿，盛点盘儿的，就是备用。甜辣椒，有红的、绿的，来，切成丝儿。切点葱花。嗯，切点葱花。好了。是。开始绕肉。光光锅。我切好的葱花。调的芋头丝儿，这个盐不够了，放上点盐，放点辣椒就行。把它涮提提味儿，提点味儿。那要剩俺俩的吃。芋头丝炒好了，看。吃个现成的吧，啊！还自带菜，你要我在这给我炖着吃。谢谢你。你要鸡炖的，过来。来。你要鸡炖的鸡。啊！我整的给整的。